什么你也有干嘛爆料？好，妹妹。要。你有什么料想要爆的吗？我怀疑小杰。那我可以不用喝苦茶吗？好，如果你那你就可以独吞。好，你爆一个，如果我们觉得 OK 的话。那我要爆他的。好，我先说。妹妹，你讲一个。我怀疑小杰喜欢我。真的？真的？烂不烂？好，你讲为什么？我每次要换衣服啊，我已经拿好衣服要走进去，他就挤到后面，一直想要进去跟我换衣服，又想要跟我洗澡。你先说会怎么样？人家换衣服，你要挤到角落去看人家。要节省空间，拜托，两件更衣室20个人，要多久才能换到那个衣服啊？讲话为什么要高亢？我在家里也是啊，我在你家的时候，我在他房间偷偷换衣服，然后他就硬要开门进来，然后他跟我一起。那是我房间。你也喜欢看我露点啊？我不喜欢看有。电，所以你说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还有。油。等一下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喜欢陈冠希，然后他就看了一本杂志，然后里面讲到一些比较关于18禁的，然后他就打电话说：“你到底要不要来我家陪我？”每次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家里都没有人，然后我家的狗，可是狗又很臭，我不想跟它玩。刚刚打给妹妹，妹妹你要不要来我家里陪我？因为妹妹也一个人在家，我想她应该也很空虚，她姐去日本。然后我就跟我分享说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那杂志里面有讲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讲说，啊，你到底要不要来我家、啊？是不是很可怕？很可怕，可是她想歪了吧？我怎么知道、啊？那我要抱她的。有一次我跟你们讲哦，他会幻想就跟工作人员演那剧情，还有，我在跟他讲，让我讲，有人我是证人吗？讲完那个剧情，就是那个剧情呢，是比如说电梯里面的，就是摩擦有暗黑，然后就说等一下，比如说就是。有一个工人过来，然后他收拾道具，很晚了，也一下同岗，然后妹妹在那边说啊，其实你要干嘛？不要摸我屁股，我傻眼，我傻眼，丫头也哈，你在干嘛，妹妹？哎呀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，妹妹这种肮脏下流的事情你也想得出来，小朋友千万别学啦。妹妹刚刚已经爆你料了，你要不要分她？还是250吗？哎、欸，你不独吞的话，真的没有机会拿钱哦、喔。你没有后面的题目。都已经爆料了，所以就独吞。评分。但是重点现在会不会给妹妹是重点了？会。你要给谁？你把垃圾放在你的肩膀是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小杰，你赶快给人家。好、哦，还是给妹妹了。小杰的胸型很漂亮，而且她奶头。你干嘛补这个？还说粉红色。她也是粉红色，她也是粉红色。她屁股其实胖不是缺点，屁股翘啊，然后又结实。补这个、啊，你们两个。但是重点，悲惨的子萱又再度。要喝苦茶了。OK 啊。小姐进人家讲吉祥话。进他。寿比南山。寿比南山搭了哎。先讲。干什么？好，天文题，请问，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是什么？好。生气了，报仇！子萱，现在还没人独吞的，但是你要前提之下会这一题。3、2，木星。木星。还是土星啊？木星还是土星？选一个哦。木星。木星对还是错？
刚刚受到很多委屈吗？ OK 啦，有一点受伤了，也还好。哎，那现在可以反映在这上面。独吞吞吞，两个哦，重点是谁？是阿金吗？阿金，他骨头很酷哎，子轩。会不会他到时候一时这几个都不分，分给摄影师？自己表白说阿贝，我就尬一滴。来，500要给谁？好，简直形成新旧势力的对抗。两位算后退一点点，三位心机的你啦，拿苦茶哈，你要敬他们吧？不要啦，我们先喝一下。哎，三个干杯，干杯，然后讲一下，加油加油！今天庆祝什么主题？庆祝爆料成功耶！不会吧，你们这三个不争气的家伙，喝苦茶还可以喝到这么开心，哎，真是没救哦！谁赢的？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夯不啷当，阿金没有答对任何题目，领先等于。没有答对的人现在形成领先集团第一名1000元。阿金现在算点点假三花公了哈，完全没答对任何一题哦，还领先，尴尬。来，气球准备了，接下来是趣味题，乖乖加油，注意了，请问3只公老虎，2只母老虎，猜一个人。趣味，趣味大师，猜人名啊。快点，给一点提示啊。好，我提示一个你们一定会的，来看我。谁？妹妹，不是你答哎。妹妹，你说什么？老虎5只。Tiger Woods， 老虎5只，对还是错？老虎5只，因为3个公老虎，2只母老虎，5只吗？穿了。阿金已经领先喽，你等于是白白让他登上王位。小勋，评分还是苦分？评分苦差很苦，而且等一下还要跟那个很聪明的人对抗，然后不一定。哦，你在骂他笨喽？对啊，他说能赢啊。不是，是因为评分我跟你说，元气想那么多，独吞就独吞了，你看评分。哎，小勋，跟你。跟您报告一下，如果你等下代表荣恩队上去的话，你会看到的是这边。对啊，你看这几个都那么聪明，一个荣耀，重点是把自己当荣耀了。不是，今天我们当代表荣恩组，代表荣恩组。不要评分，评分啊，评分！小勋是假好人。好气啊！我想问一下他们。的意见，独吞没关系，独吞啦。小杰，你觉得呢？小杰，小杰，你是他的好姐妹。好吧，我想要比阿金还多。那就500啦。我先说，我希望妹妹独吞，因为我都没有回到半题，然后我自己内疚，对，心虚，就觉得很丢。你们去拿苦茶庆功吧，来想一个庆功的主题哈，来想一想，要很欢乐哦，你们就可以忘记那很苦的一个感觉。